心眼宝贝哥哥来啦！心眼宝贝，睡觉好吗？啊，困了，才怪！两个小娃娃呀，正在打电话呀。喂，我在忙。哎，跳歌了，他唱的是串烧。对，串烧演唱会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文件，有个警察叔叔送了一遍。谢谢你们。礼节很完整，还有谢幕呢。嘟嘟嘟嘟嘟，这时候情绪蛮好啊，睡醒了心情就好了。你不困了你哦？嗯。下来玩吧。嗯嗯，走。下来玩。来，转过来。小崽子，你说你小崽子，哎呀，咱跟人去好不好呢？啊，不去不去。哎，开门，开门，开心了。其实我觉得王瑞涵应该趁心雅现在开心的时候，跟他多说一点。嗯，过来，过来。其实是这样，咱们今天上午去抓鱼了吗？嗯，正在说了。哦，嗯，来了。然后那个鱼做成了酸鱼，我们装到了一个小罐子里，我们待会儿要给它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它现在在外面，哥哥去拿过来，然后我们去写贴纸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像个小挂件似的。它真的很粘人。嗯。你看这个坛子里是什么？这个坛子里就是我们今天。做的酸鱼，哎呀，它好重啊！不要让伞歪，哎，完了，它歪了，快快！我让心儿打着伞。哎呀，心儿太棒了！好嘞。虽然说这个鱼咱不能把它捞出来再填进去了，但是咱这个小卡片我们可以写，好吗？嗯。听懂了吗，心儿？我先画一个红红的小心心，代表心儿。快。乐成长，再来两句，凑成首诗。多交朋友，少处对象。啥玩意儿？心儿，你这两天有啥想跟哥哥说的吗？嗯，有啊，你说。哎，来了！旗帜成长答题时刻。因为刚才王瑞涵试图写卡片，他自己整了两句：多交朋友，少处对象。然后他问心儿说：“你有什么想对哥哥说的？”那么这时候心儿会怎么回答呢？心儿粉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太简单了，感觉稳了这把是吧？好，来各位，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好，目前场面上是两组答案啊。选 A 和 B 对吗？对，女生达成了默契，为什么对呢？我觉得心儿很直接的，哥哥要画一个星星，我觉得他肯定会说我爱你。对，我就是觉得心儿肯定会说哥哥我爱你。因为哥哥开心，他有点像自言自语，我觉得心儿肯定不会再说了。哥哥我照顾你，他之前有说过，他不会说哥哥你辛苦了吗？这么多天哥哥一直在照顾他的情绪，因为他当然很开心，应该会听懂哥哥的意思了，就哥哥我爱你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跟你有持不同意见的耀庆哥有没有理由呢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宏观的，就希望他开心吧。因为他上一句好像有说什么心儿开心，他应该也会回应一下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没什么自信，因为我一直答的都是错的。感觉这一期他已经放弃了争取。对啊，不挣扎了。对对，就而且我觉得那个你不继续的香火了吗？继承不了了。好，俊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 A 吧，我觉得应该是对的。对，我觉得 A 应该是对的。心儿这么浪漫，一定这题如果你答错扣2分啊，因为你是心儿护卫队团长。真的吗？不是，所以如果答错了扣2分，我就是零是吗？还是我还有1分？没有，就是零了，因为你前面答对2题嘛。哦，那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了。啊，这个赌资未免有点太大了吧？而且这么有自信，就是绝不可能是其他的。
这个答案就是 B。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，拼！啊，可以，来，哥哥开心。救命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哥哥开心呢？哥哥我爱你，哥哥我爱你。错了，我也认了，扣就扣。哥哥我爱你。天哪！哇！天呀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好厉害啊！我直接全错了，好吗？我好累，不要再给我这个 KPI 了，求求你们。亮亮姐，耶！同样是我们的亮亮姐和莫姐答对了这道题，恭喜恭喜！好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。心儿，你这两天有啥想跟哥哥说的吗？嗯，有啊，你说。哥哥我爱你，哥哥我爱你。哇，心儿真的太浪漫，一句话给哥哥哄开心了。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你看，你看这笑的。我也爱你。我画完了，你快来看看。王雨涵，你过来，你跟我读。摆脱社恐。摆脱社恐。他懂社恐是什么吗？多交朋友。多交朋友。少处对象。给黏黏宝贝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少处对象。黏黏宝贝。那我可不管那了，少拿来。哥给你按个小手印的。他懂什么是对象吗？他应该知道吧。来按。这就齐活，好吧，这就齐活。好，没事了，我们一起搬过去。来，我们一起搬吧。对，我们一起搬吧。对，我们一起搬。台阶看着啊，台阶。来，上台阶。好重。好重，摸都没摸的好重。他就是，好歹我要喘喘气，不然哥哥以为我滑水。好重。好，走。好，出发。咱俩现在可是有约在身，王雨涵。是人家没同意少处对象。爱